你看让你给气的都哭了。你们俩来干什么？看看你，看看你。周世林，你怎么学的那么坏？我的朋友都让你得罪光了。哎，你家没人吧？我进去说。能就这么乱叫啊？许善，许善，许善，你把门开开。许善，许善，许善。周世林，我不想看见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许善，要不然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再走。哎，有屁就放。许善，听说你妈病了，这200块钱啊，是我和姚希的一点意思。本来昨天晚上就想给你，可是遇到了点麻烦，弄得我连单都没买上。对。对了，你要是看见吴梦啊，你替我洗刷一下罪名。我周世林不是那种买不起单的人。还有我。钟浩，专业虽然不太理想，可是父母盼我们上大学都快盼疯了。我看呀，你别让他们太伤心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复读？我和你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不去复读，你父母的心里也不会好受的。张梅，你说咱们怎么这么倒霉，干什么都要父母说了算。所以我才不去复读。你想造父母的反？我不是想造反，我是想为自己做主。可是要为自己做主真的太难了。钟浩，你别学我，真的别学我。有大学去上你就去上。钟浩，我上班了。今天是第一天，我为自己做了回主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选择是对还是错，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后悔。张梅，你现在要改变主意还来得及。钟浩，最近你见许山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来找我干嘛？一次都没有吗？没有。张梅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咱们走吧。张梅，高考结束以后，今天我是第一次见你，咱们能在这儿多聊一会儿吗？不行，我一会儿还要见一个客户。喂，你听我说，吴梦又来要那笔钱了。要也没有，不给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你少装好人，这么多年他吃的穿的哪样不是咱们供的？告诉你，你给我顶住，有事儿让他来找我。好吧。大姐您先喝点水，我们常经理马上就过来。谢谢啊。请坐。谁找我？你？张梅？
你终于醒悟了，来，坐坐坐。不是的。不用客气，咱们坐下谈。常先生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。业务员？你什么时候干起保险这一行了？我刚干。常先生，您去年为一位姓耿的女士投保，我今天来是……你是劝我续保的。从保护的角度考虑，常先生如果终止续保，你会有很大的损失。如果我不续呢？我们也会尊重保护的选择，不过……这样吧，一会儿我还要见一个客户，如果你对我这个保护感兴趣，晚上我在相约酒吧等你，我们在那儿谈，你看怎么样？当然你也可以不去，但如果失约，我将视为你们保险公司放弃对我的努力。好吧，朋友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。那我先走了。可以，那晚上见。张梅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张梅。你是？哦，我叫郭龙，是吴梦的朋友。我在吴梦那儿看过你的照片。我怎么没听吴梦说过你啊？可能我不太重要吧。哎，这个公司有熟人？我是来跑业务的。哦。你呢？哦，我也是来跑业务的。你知不知道你让我在吴梦面前丢尽了面子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下回珊珊，就是老师批评我哈，也没有这么长时间吧？你还嫌时间长啊？我告诉你，还早着呢。啊？你都数了我一节课了都。我就是数了你一辈子，你还是这个小样。周志林，你别犟嘴啊，我看许珊说你说的对。周志林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是不像话、啊、在同学面前你玩这一套，你玩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豁出去了，我宁愿我得罪你，我也把肚子里话说出来了。说什么？说。你贩卖假教材啊？贩卖假教材，你没钱你也请客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做你可危险了，你危险了，危险了。我这样不好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事儿你要是传出去啊，对你的形象是一个多大的损害呀、啊？啊？哎，你还想不想建立一个同学关系网了？啊？想不想建立了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什么了？知道错什么了？啊？姚谢，这几句话是周世林教你的吧？没有。就你还敢那么说他？喂，张梅，你在哪儿呢？哦，那你到我家来吧。周世林跟姚希都在。哎，梅，是我。去。哎，行，那我等你。嗯，拜拜。姚希，你接着说，我还真挺愿意听的。哎，说什么呀？再重说一遍。不能接，今天这事儿绝对不能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里面有问题啊。啊，那狗东西就没安好心眼儿，你绝对不能去。
你们怕什么呀？有钱为什么不去挣？谈不成就回来呗，有什么呀？许山说的对，不谈白不谈，万一那个死玩意儿他要是答应续保呢？你明白什么呀你？张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去看看，不去的话，对公司也没法交代啊。那就去。对，去。咱们几个还对付不了他？我和许山去就行了，都去也不好，你们俩就别露脸了。那我跟周世林在外边等着行不行？我看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许山，你摸，我心砰砰直跳。你跳什么呀？这死东西要敢打歪了心眼儿，我用这个抽他。你怎么还留着呢？这是咱们一天的口粮，我还没来得及吃呢。哎，等会儿再吃。干嘛？哎，拿这东西打人，我打他个满脑袋劲包。也扎了个满脑袋铲牛。哎，谈不好就走，可千万别打人啊！就他们俩这样，说什么也没用。哎，什么用了？哎，什么没用啊？你干什么？我要换衣服。你也不帮大款，你换什么衣服啊你？插嘴又没把门的了啊！赵二林，是不是又是找骗你？又找骗你啊？也讨厌你，是不是又找骗你啊？他讨厌我，踢我就啊！张小姐，虽然第一次见面不太愉快，但我还是要旧话重提。常先生，如果还是那件事儿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做你的产品代言人，我真的不合适。你是抹不开面儿，还是嫌钱少？都不是。这项工作我不喜欢。张小姐，你有点太认真了，什么喜欢不喜欢？难道保险工作你就喜欢？常先生，您是成功人士，你就别让张梅为难了。我就看中了张小姐，她的条件非常好。那你看我行不行？你？我不行吗？你愿意？只要你不让张梅白来，我就敢试。不是开玩笑吧？不开玩笑，只要你答应续保，我就干。好，既然话说到这份上，我答应你。真的？我说话一字千金。只要你不后悔就行。什么叫缘分？这就是缘分。哎，怎么样？我看呀，没咱们俩什么事儿了。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热闹，那许山笑的那叫一个灿烂啊！哎，这回啊，我看张梅挣大钱了。他们俩不是要傍大款吧？玄，来，我告诉你啊，酒吧这种地方，就是培养感情的地方，知道吗？最容易让女孩迷惑，找不着。哎，北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咱们不是引狼入室吗？那可不是吗？他们俩呀，太纯洁了，要是被诱惑住了，那就是一个完。不一定吧，咱们再看看。什么不一定？过来，过来。你是不知道，要我看。你看个屁！我告诉你，姚希，给我站住！哎，你给我过来了。
我告诉你，姚希，你以后在我面前少跟我装明白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你听见什么了？听见什么了？你怎么在许山面前总跟我作对呢？啊？那我那不是哄，我那不是哄他呢吗？许山，要我说你的条件非常好，拍了这个广告没准你就能出名了。常先生，我可没想着出名，要不是张梅的事儿我才不管呢。许山，头一次见面你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常先生，我同学就这样，你别不高兴啊。我就喜欢这种性格的人，来喝一口。常先生，你看保险的事儿什么时候签保单？别急嘛，我答应的事儿我肯定办。那就签吧。签，签也得签个明白，让你们俩看看我是不是好人。这还用说吗？一接触您啊，就知道您这个人肯定心地善良。可保险公司的人都认为我难对付，其实有些事儿我不便往外说。保险的事儿我为什么往外推？说出来就是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呀？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。是这么回事，我有个女朋友叫耿丽娟，本来这份保险是我买给她的。你是长田？我是。呸，你这个王八蛋，姓常的你还有脸说别人？小林，你是谁？我是谁？耿丽娟是我小姨，你说我是谁？我小姨都让你气死了。你干什么？你背着他冷战，脚踏两只船。你王八蛋！你常先生就别拉走啊！西风，你们是买单吗？买单？买什么单？买单？也太大了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保护呢？说，和你一块去那女孩是谁？是我同学张梅啊。你说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？对保护他们是上帝是大爷，我们哄还哄不过来呢，可你倒好，竟然把饮料泼到人家脸上去了，这像话吗？不是我泼的。不是你泼的你就没事了？追究首先追究你的责任，你这是在败坏保险公司的形象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，我正式通知你，你已经被解聘了。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？晚了，我告诉你，抵押金你也别想拿回去了，我们要赔偿保护的损失。珊珊，珊珊，你这脾气啊，真让我头疼。你以为还上学呢？一不顺心就在桌下踢我几脚。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？没事儿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那不就是一杯饮料把人家张梅工作给泼没了吗？把人家未来也给泼没了吧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珊珊，人家张梅容易吗？容易。没了再找呗。再找，再找？你以为是补考呢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现在跳海去。哎呦，哥哥，你可别跳海。你要是跳海，我还得捞你去。去，去，一边待着去。你讲讲。
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生你什么气啊？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，可我……没什么，反正这份工作我也不想干了。张梅，我小姨在姓常的人身上吃了好多亏，而且还为他流过产。是吗？算了，不说了。上大学我也没有什么希望了，家里也没钱交学费。咱俩一起找工作吧。你也想工作？不工作怎么办？日子长了，谁敢娶我呀？我敢。就怕你不要我。缺德，烦人。我不烦人呀。我跟你开玩笑，你也听不出来啊。你先别开玩笑，我把吴梦叫过来，今天啊，你得替我们吃饭。行，说吧，去哪儿？过来一下。干嘛呀？先把钱掏出来，再说你请客呀。你到底是哪伙的呀？怎么说话呢？不是，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别再出什么意外了。饭店订好了，给你留一桌，够不够啊？你说够就够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问你话呢，一桌够不够？随便。哎，我给你改个专业，你就这么跟我作对呀？你还得让妈求你吗？珊珊，妈妈病得真不是时候，耽误你上学了，孩子。妈，我不上学不是更好吗？以后啊，能给您挣钱了。珊珊，你挣那点钱，还不够你自己花的。妈，珊珊，你不让妈说，妈也得说。对你小姨好点儿，啊！妈，你少提她。这孩子，姐，好点了吧？嗯，行了。哎，珊珊，
机。您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周世林，他说点个卯就出来，我正等着呢。周世林也复读了，太好了，我有伴儿了。你也在这个学校？对，我妈给我报的名，我是第一天来。哎，咱们同学，你都和谁有联系啊？也没谁，我就经常跟周世林在一起。哎，我听说张梅在保险公司里工作，你见过她吗？你消息早过时了，张梅现在跟许山在一酒店当服务员呢。啊，那你干什么呢？傻呆着，什么事儿也没干。还是你自在。我一点我也不自在，都闲出病来了。哎呀，我得走了，有空找几个同学聚聚啊。哎，好，哦，我随叫随到啊。我知道你们都是来混的，不过我告诉你们，有这种想法的同学，你们最好先回家，和你们的父母商量商量，商量好了再来。新来的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霍心。以后上课请你按时来，别跟走城门似的，这不是你们家。这女孩多漂亮，叫什么名字？打听打听，中午请她吃饭。嗯，谁在说话？我知道你们都想考上大学。我就不想上。不想上大学，你上这儿来干什么？我爸逼我的。上大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，是要靠自己努力，靠别人逼是不起作用的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在座的同学也有考上大学的，只是考的学校不理想，所以才来复读。谁那么傻呀？另外，我实话直说，在座的同学也有来混日子的，所以我要告诉这些同学，你们就是混，也要混出个样来，在我面前，别太放肆了。你干什么？啊？跟我说话？老师，你说考不上大学，我还混什么劲儿啊？拜拜。你们谁还想走？趁早给我走！这课没法上了。哎，周世林，你不去上课能行吗？一天两天行，时间长肯定不行。哎，那你去复读了，我干什么呀？你爸能进保送部啊？正找呢。找什么了？他说让我去当保安，正等通知呢。哎，你看我这小身板，别人给我当保安还差不多。就咱们这样的，你就别挑了。有工作你就先干着了。我也不是不想干，就是晚上一躺下，这满脑子全是学校的事儿。你说怪不怪？要不你跟我复读去？我可不去。现在挺好的。哎，钟浩要走了，他妈说要请客，去不去？怎么能不去呢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将来的同学圈子就是社会圈子。去去去去去去！这个社会还得分三六九等啊。再说了，我们要是真让考大学了，他脸上也有光。他现在别想那么多。去了，咱们就闷头吃。哎呀呀！我可没带钱，我真的没带钱。
我真的没钱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呀，我求两样东西，刮了个胡子，就是满脑袋长胡子也刮完了。哎呦，你又怎么了？说出差就出差，梅梅就不管了，你就由着她的性子来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她已经工作了，咱们总不能逼着她去复读吧？我现在一看到她就来气，你走了。我连个说话的也没有。哎，这个我理解，但是跟孩子也别搞得太僵了啊。我走了，我明天也出差，这个家我不管了。我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大脑门不生气，走了啊。许山呢？许山，到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上洗手间了。为什么不涂口红？忘了，马上涂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你们一定要注意个人形象，不涂口红。挖鼻孔、掏耳朵、往指甲上抹油、上卫生间不洗手，这都是不允许的。昨天晚上有顾客投诉张梅和许山，你俩知道为什么吗？我问你们呢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。许山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顾客投诉你上菜时毛手毛脚，倒酒不是倒满了就是倒洒了。上岗前你不是接受过培训吗？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干得不好。这不是干得好不好的问题，这是责任心和爱岗敬业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在顾客面前你们的服务代表着酒店的形象，代表着酒店的质量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大点声。知道。张梅、许山，你们来几天了？五天。五天的时间不算短，以后这种事要再发生，我就扣你们工资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你们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。我们酒店的口号是：爱岗敬业，优质服务每一天，与时俱进，再创新高。解散。看他那德行，话都说不利落，还教训咱们呢。以后要是有一天能让我管着他，我一天损他八遍。要是不想让他教训咱们呀，咱们就得好好干。喂，爸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要出差，顺便来看看你。这是你爱吃的烤白薯。你要多久回来呀？我这次出差时间能挺长的。妹妹，我不在家的时候别跟你妈太较劲好吗？来，拉钩，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。兜里没钱了吧？嗯。
爸，我用不了这么多。拿着吧。你早点回来。好。你们在家也这么擦桌子吗？这是昨晚客人吐的，我昨晚吐的，为什么现在才擦？小欧，这是状元宴用的，你收好。这个钟浩是你什么人？你这么重视？这件事我以后再告诉你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你一定给我挂好。你就放心吧。来一个，讨厌！来一个，又应付我，这儿。人家上班呢。那好，回头一起算。快走吧，让人看见。咱俩怎么这么倒霉啊？那么多酒店，钟浩怎么偏偏选中这儿了？他是不是故意的？哎呀，赶紧想想办法吧，要不然这一开席，咱俩不成烤大虾了，多丢人啊！你小声点儿，我已经通知钟浩改酒店了。行啊你，他改了吗？他答应了。太好了。这声音挺好听的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是故意的，酒店还供不起呢。自己交罚款去。站住！收拾完了再去。毛病。你俩是吴梦介绍来的，对不对？李娟，我知道你恨我。你想干嘛？我想跟你谈谈。我没时间。我有时间。王八蛋！你外甥女儿也这么骂过我。我们俩刚认识，就在咱们常去的那个酒吧。常天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打许山的主意，我绝不放过你。我和许山差一辈儿呢，我还不至于那么损吧？你以为你什么好东西啊？差两辈儿你也敢下手？下手的不是我，是许山，他比你脾气还坏，头一次见面就泼我一脸饮料。你欺负他了？他比你都厉害，我还敢欺负他？那麻烦你们了啊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他们料都尽了，改不了了。有什么不能改的？你不改我就不去。你为什么要改酒店？能说说理由吗？
不喜欢那个酒店。又是不喜欢？你是不是因为专业的事还在跟我怄气？随你怎么想，反正我就是不喜欢。如果是这样，能改我也不改。你不改，我就不去。你不去一个试试？完了，钟浩的宴席改不了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到时候老师同学一来一大帮，咱也不丢死人了。哎，找经理去，咱俩请假串个班。行嘛，试试呗，那也不能在这干挺着呀。走。拐带高四学生去拍戏，我这罪过大了。